下一首曲目依然是《冰雪奇缘》，不过这次是第二集的主题曲，同样是罗培兹夫妻所作，不负众望的以高昂的旋律再次成为年度受人欢迎的洗脑歌，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我们要演出的版本是由成功国中艺才班的瞿思允同学所改编的管弦乐曲，他不仅在艺才班吹奏法国号，同时也是108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作曲组初赛的优胜者。此外，担任本曲的演奏成员则是108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各组初赛优胜的杰出同学，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参加全国赛。今晚特地以这首乐曲将所有初赛优胜的同学一起集合表演呈现。这些同学所代表的组别分别是钢琴五重奏、木管五重奏、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中提琴个人赛、大提琴个人赛、钢琴个人赛等等。听完这些优秀同学的介绍，让我们欢迎这些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演出。